三十几了，已经两倍了。你们什么时候可以买到三十几啊？那是什么？那是几百年前。你的为什么用塑胶？你问我。你们热饮用塑胶装的？你们热饮是用塑胶？那种那温很高。哦，好。你别紧张嘛。好害怕，都有我阿姨好怕塑胶哎。就你的紧张。别惊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水通通。好。